咱们继续讲民间手抄本。吴老二捡的那本破书，先锋马布局，破中炮横车盘头马，象棋源自古代战争，先锋官的作用非常重要。下面进马骚扰，再铺路，然后退马骚扰，然后还是铺路，这样大将的路就打通了。红方一看进中兵，上盘头马。古代战争打开城门最好的工具就是炮，当然红方希望黑方杀兵，这个马盘出来就厉害了，黑方当然是平炮攻击底象，然后锁定胜局。下面红方肯定不能进炮打一串，因为打了马带西郎，点名得子，得一个大子肯定赢了。红方如果想保这个马，只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退车，第二种退马。咱们一个个看，第一种我们就进马，虽然红方的马有根，但是你杀掉这个马，这个也没了，所以红方要先下手啊，然后进炮带象。红方如果退象砍士还是带象，这个车就给抽了，这里进士就不丢车，因为杀棋啊。好，咱们回到节点，所以这里红方只能退马。手抄本就是民间野路子，它的主体内容就是民间的实战记录，纯野生的，生命力更强，最大的优点是简单还实用。下面黑方是进马，红方进兵，平车，车捉马，马踹马，红方必然是双马连环，解这两个捉，黑方就进炮，这个马回不去了，到这里进兵就拱死了，所以只有一个点位，然后黑方平车捉炮再进车，那这个马又被捉死了，红方可能都笑了，我不能进象吗？宝马当然能，炮没了，还踩车，马都不舍得丢，怎么可能丢车呢？是吧？然后拜拜。